小心小心，好刺哦！真的吗？哎，会刺呢。摸哪一个？你知道这个就是爱情，对啊，那个尖啊，爱情哦，真的哎，爱情是两面刃。哎呦哎呀，真的呢。你真的每一株都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很疗愈哎。然后大家都喜欢这种。哎呦呀，想怎么了？不要一直把它弄坏啦！哎呀，第二个了。没有，你这个怎么倒给你吗？你现在这个就脆弱了，一拿就破。导游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哼哼，因为刚刚吃饱喝足呢，接下来第二个行程我安排的是。三温暖。你小心吗？我可以换行程。刚吃饱哎。就是因为我想说，最近节气就是有在交换礼物。哦，对，所以待会我会带大家去一个可以对，那有这样的行程，然后是一个 DIY 的地方。哦，做礼物啊？嗯，有。但是那个做礼物会有一个小游戏。哦，好的。对，在那个地方是这个车程大概。你想要吗？交换礼物为什么要猛男呢？那个是生日才有吧？是，就是交换礼物就是猛男出来跳一下，然后要晚一点啦，你要晚一点哦，要求炸，白天太怪异。好啦，耶！我带大家来这个绕山花的一个多肉植物。绕山花。对。哎，对，多肉餐厅是里面有很多种肉吗？多不是真的肉，它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疗愈的多肉植物盆栽。哦，盆栽啊，对，这里是多肉植物的天堂，因为这边的多肉植物非常的多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在这边有预约那个多肉植物的DIY 课程。OK， 我们要来找老板娘。哦，哇，好多种哦，这应该有几百种哦，非常多种。天哪，老板娘吗？哎，老板娘好，我是预约那个全客制化的那个 DIY 多肉植物。哎，我们是谁？你们是电视上看到的，从电视机走出来。还好，我以为他看到无形的嘞。这附近蛮多的，这附近蛮多的。我们没有要聊这个，我们要聊你在干什么。对，我们的多肉大概都是露天养殖，一般外面都是养在温室里面。太阳大概多久？它其实会适应台湾天气。那像现在这样子，有很多长时常下雨，那它不会淋太多雨在户外吗？哦，我们那个土就用有石头混在一起，就仿照它原生环境。我就不要那么多的水分吸在它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它就会长得很好。排水好一点。那如果台风天怎么办？对啊，收进去。哦，我最喜欢了，这样我可以少浇水。可是它不会被吹走吗？不会不会，我们都有那个。啊，它不会挂掉吗？不会。而且有太阳照，它其实颜色比较漂亮，红红的。可是不是有一些是不能日照？不能日照，我们大家就会放在树底下或是屋檐底下，比较不这么喜欢日照的。这个再插一根蜡烛就可以交换礼物了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我有的长得不一样，是因为品种不一样？对。就是它其实我们叫它景天客，里面有很多种属蝶。OK， 那我看有的比较肥，有的比较对啊，看起来没有那么肥哦。啊，这个好肥哦。对，他们都其实多肉植物为什么会叫多肉植物，是因为它里面会储存水分，它们的原生环境是可能一个月都没有下雨，沙漠那种。像我们人是多肉动物，对不对？多肉动物，多肉动物，多肉动物，动物。不需要抱着。老板娘很可爱。老板娘感觉跟你很熟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多肉动物，我是肥肉动物，好不好？这剩空吧啦，空吧。看谁是瞎掰情人王。瞎掰情人王就是你要制作一个 DIY 的多肉植物嘛，然后它那边有装饰品，但不管你放抽到什么装饰品，你都要把描述编成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哦，然后最终呢让老板娘来挑选他最喜欢的爱情浪漫故事。那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就我们先来去想象。对，我们先来猜拳。现在猜拳吗？选风水位置，因为我自己也不晓得里面哪一个是什么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最后。对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我最后。第二。哦，第二。我在想，我最后。你好，这个问题。那你要坐哪里？你想坐哪？没有，你。我们来揭晓，大家盲抽到的是什么的装饰？好的，一二三，这是啥？这个超难的，这什么？这很难，你会边想啊。招财进宝，没错啊，金银财宝哦。哎，这是里面我觉得最高难度。过年哎，对啊，难度很高。
哎、欸，这很难度哎、欸，你是第二，我是第二，好，我接，一二三，哦。恐龙，恐龙，这到底要怎么弄成爱情故事？请问这个也，这次是什么？松鼠。松鼠。这个是连体婴。丫丫，你会怕吗？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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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起出来？想不想吃姜母鸭？呱呱呱！把灯开。好，该我，该我。好。哇哇，你的这个有故事啊！这可以啊！这太适合我了。对，我觉得可以。这个好像这个很浪漫呢。对，已经有故事感。对呀，你就把那你曾经的那个灯塔前女友都玩。可以只做我太太就好了。Sorry， 好不好？都忘记了去。我现在才12岁，还没登大郎。因为我结婚那天才出生，我没有过去，没有过去，谁都没有过去。我们只有现在跟未来，全部都是攻击。哎呦，哎，你的小白兔蛮好讲的耶，蛮好讲的吗？我也觉得蛮好讲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挑选盆栽多肉植物，可以挑选那个仙人掌也可以。这个是我们的。对，主要的那个。那我们要挑选几样？最多3样。好吧，走，我们去选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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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选？我也不晓得，随便选。选你自己有投缘的。哎呦，小心小心，好刺哦！真的吗？哎，会刺呢。摸哪一个？你知道这个就是爱情。对啊，那个剑呢？爱情。哦，真的哎。爱情是两面刃。哎呦哎呀，真的呢。你真的每一株都好可爱哦。对啊。很疗愈耶，然后大家都喜欢这种植物。哎呦呀，小怎么了？不要一直把它弄坏啦！哎呀，第二个了。没有，你这个怎么倒给你吗？你现在这个就脆弱了，一拿就破。没有，我只是说它可以做硬一点的吗？比较好拿的。哎，这真的选项好多哦。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哪一个？痛。我不是才刚。对啊。干妈又饿了吗？是吗？没有感觉就好好吃啊！他这里真的好可爱哦。刚刚有做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吗？没有哎。不要以为老人都会很会园艺，好不好？不是这样子，是觉得你们经验可能比较丰富。哇，你们太快了！先把土放下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先垫一点土。你怎么拿这么多个？哎，规定不是你说最多3个，然后你给我拿5个。他说他旁边是导游嘛？他说他旁边要有一点攀岩的东西。对，我是导，我用不到。我紧张，我想说先拿，我再来决选最后3盆嘛。就是这样，他会这样移动，把它这样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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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应该不会死吧？就像这样。这样，然后把它移进去，整个啊，整个放进去，那怎么放得下？我不能把一朵一朵拆开吗？啊，不行吧，它是整株的吧？然后如果你觉得旁边是空的话，这边有那个，这个再加上去，对，土壤这个可以加进去。然后最终这个呢，花生米粒的感觉，它是撒在最上面的，像这样，一定要这样撒，做法也可以，大概就这样。你们怎么弄这样？对，就这样。对对，要个声音这样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它跳起来。翻你一下。不是你这呜呜呜，不是你讲呜呜呜，是那个你的手。你可能整个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感觉我好像好了。真的，好可爱耶。但是我还不想不出它的故事，浪漫爱情故事呢。我的有一种什么？你的好悲伤哦，你的阴气很重，阴气很重，阴气很重，那都黑黑的。我就是随着感觉看到，哎，黑色的很特别，我就拿了，然后就摆起来就变得非常的黑暗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大家都好了，是的。好，现在先从导游开始讲哦。好，导游，我好好。啊，老板娘，你来听听我们的故事，然后到时候你选一个最厉害的，好，好不好？你喜欢的，好。啊，不要。我知道我是你的偶像，但是你千万还是要不要这样放水，还是要公平、公正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好的，好，来，请。好，首先我的故事是一个跨世纪的爱情，哦，然后是一个你看千年之恋，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女巫瓢虫，因为她知道他们是跨世纪的爱情，恐龙是没有办法跟那个松鼠结合在一起，可是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相爱，但他就是一个乖宝宝的松鼠，然后他就是一个死守爱情的一个恐龙弟弟这样子，然后
好，这故事。恐龙弟弟啊，恐龙弟弟，所以那是姐弟恋。对。哦，那恐龙不是是比较以前的吗？所以他应该比较老啊。啊，对耶。没兄妹恋。没有关系，没关系。那在你的故事，对，你的重点是跨世纪，跨世纪爱情。OK， 對就在你哦， oh, 我，你看，这个就只想发财，还有别的吗？我的故事，我们要有爱情，当然也要有面包。所以你的爱情建立在金钱之上。没有，总是要爱情，你要有面包啊。你看。我这个面包呢，就是一个招财进宝、财源滚滚，就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一只海狗呢，喜欢前面这只鸭子，哎呦，鸭子也喜欢上这只海狗，因为它觉得海狗很大只。他也是边看边想故事的。是他很大，我喜欢大只的，我喜欢身高180以上的，这种男人感觉就有安全感。对，你100几？182哦，你看吧，这一敲好像有一些石头跟什么花就开始掉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动作，小动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面有个灯塔，它不是灵骨塔，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塔，然后也类似一个房间，好跳，也是一个家。从此以后呢，就在这个花园呢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这个塔。财宝呢就不断不断的出现涌出来，就像这个瀑布喷泉一样，一直喷财出来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是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，就是他们的浪漫。太奇，你睡着了？太久了。刚刚观察海狗。跟鸭子的故事。哇，这故事很浪漫，很浪漫。讲那个爱情故事比较难，植物我觉得不难挑，因为其实每个都可以都在一起，都很漂亮啊。可是怎么样让它有层次、有变化，看起来是赏心悦目的，这个也要看每一个人的质感。对，我觉得我的质感非常的好。好。换你，讲出你内心的黑暗面。真的，这算是心理学。我这个故事是一个不被看好的爱情。哎呦，哎呀，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一个黑花怎么配得上一个小白兔？就是这个纯白的小白兔，就是看见了这个黑色的多肉的优点，所以匍匐的守在他身边。哎呦，哇！你上个恋情有悲到这样，给你这样的感触。我也是这样弄一弄，才越来越有感觉。好恐怖！期待康哥，谁专有力？我啊，我就是海岛之恋啊。海岛，对，关岛，关岛。因为这个白色代表沙滩嘛。沙滩上面有一个灯塔，然后有船啊。那这只狗为什么在这里呢？因为以前我太太在有养一只狗，我常常跟她两个一起牵着这只狗在沙滩上漫步看夕阳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！哇，你选的真好哎，这是命定哎，打败我们全部。然后这种虚伪的故事，然后这个就有点。看起来其实它有点像椰子树，对，椰子树哦，所以你刚刚应该选就选好了。你刚选那么久是在找类似椰子树哦，故事啊，得分了啦，你得分了啦，好啦，直接完胜啊 ，OK 啦，我们都给你，对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你觉得哪一个？请选择，对，我们眼睛闭起来，预备，一二三。要伸出手吗？然后工作人员就都走过，对，都走过。下班在干嘛？对，因为一二三，老板娘请选择。我要选我最喜欢听的故事。好，我最喜欢听。采花界的开房间故事。开房间故事啦！你我什么意思？你的真的是我的开房间。我喜欢大大，你是查某吃重咸的啦。他没有在管爱情，他只是要开房间，对，开房间，然后金银财宝 ，key point， 没有钱这样。我真的有吓到哎，我觉得他是我的粉丝吗？他真的选上我，是因为后面的开房间吗？
太可爱，这老板娘真的很可爱，很配合啦。我觉得大家能瞎掰出来，我都蛮喜欢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不是太会瞎掰的人，我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所以当下，我能听到他们在短时间内可以编造一个故事，这个能力我觉得还蛮让我觉得很惊讶。我今天有一个礼物，要送给优胜者的。对，送给优胜者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趣味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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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用左手去摸摸看它，会怎样？它像左手香，哦，好香啊！左手是香的，右手是臭的吗？臭臭的，也是香的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什么意思？它叫左手香，是豆秋香啦，所以人家也叫它豆，它是叫豆手香。哦，到手上就香了，到香了。然后它也可以，如果喉咙痛的话，可以吃它，吃起来会凉凉的。你要闻它的味道吗？真的蛮香的，那个手摸超清香，哎，很香哦。没有没有，我不会不会。哎，那你那个灯，你好坏。待会我还会再带大家去下一个地方，然后在就在这个旁边。哦，不是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老婆，待会去的地方是她的老公开的。哦，刚刚你说刚刚那个这个老板娘，老板娘是多肉植物，她跟她老公不合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只是开的园区是在旁边而已。对，就大家这边多肉植物玩完之后呢，也可以去旁边，她老公，她管理这边，老公管理那边就对了，晚上还是去开房间。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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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。